中国结，中国的，中国结，就像中国的书画、雕刻、陶瓷、菜肴一样，容易被外国人辨认出来。可见中国结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性。中国结义是中国特有的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小林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想要讲解的是，我就是去移送的整个过程这样子。简单来说嘞，就是说第一天我跟我妹妹她们出去去韩国那里，那是我们第一次，就是我跟我两个妹妹俩一起出去这样子。那移送其实还蛮贴心的，就是说它有附送接机服务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会帮你就是接送到移送诊所那里，那就还蛮贴心，我不需要额外去找什么计程车啊什么的跑过去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其实旅馆住离那个移送那里蛮远的，那他们真的还蛮贴心的，就是竟然这样子帮我们就是接送。那接下来就是到了移送以后，我觉得跟丽莎姐就是还蛮，就是丽莎姐很热情，然后还蛮贴心的，就是会感觉他是一个你很要好的朋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可能会像去国外，然后就去找一个朋友，然后你在国外完全不用担心什么语言的问题，因为 Lisa 姐完全会替你翻译。对，那我会说她很贴心的部分嘞，就是因为说，我们其实那一天想要去买韩国的一卡通之类的东西，对，可是就是她亲自帮我们准备了3张。对，我就觉得哇，好贴心哦！就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，他就替我们想到了。对，就是真的是觉得哎，还蛮好的一个服务这样子。他整个服务就是会让你感觉到，哎，你不是很像在国外，然后有一种疏离感，而是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所以会很放松。那我们在等待手术的过程啊，其实大概是等了3天吧，第一天要检测抽血什么的。对，那我自己都是跟我妹妹。就是待在专属的个人空间里面，所以其实还蛮放心的。就是个人空间也很大，所以其实整体这个医院就是给我的观感，我就觉得很好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感谢的，就是那个声带帮我检测声带声音的老师这样子，他就是还蛮有耐心的帮我检测我的声带的部分。其实一开始我检测还蛮困难的，因为我自己都会排斥。就是它可能要伸到我的喉咙里面这样子，可是我会有点排斥感，所以花很久都弄不出来。可是那个声带老师其实还蛮有耐心的，就是后来还是有帮我弄成功这样子。然后最后我还蛮感谢就是医送的院长，他就是还蛮亲切的，就是不会有一种怎么讲医生的距离感吧，不会说就是有的医生就是脸很臭，然后就是好像很拽的样子。对对对。所以就是还蛮感谢，就是医生医送的院长这样子，他就是很亲切的，也是会想要去跟我解释一些东西这样。OK，那我想要感谢就是医送的各位，好，谢谢。去的，对，就是我最低的声音就是哦，无法再往下了，所以其实这样子大大的减少我的焦虑感。焦虑感就是指说，可能以前我都会害怕蟑螂爬过我的脚，然后爬过我的脚，我可能就会发出很男人的叫声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就会很害怕，就是别人发现我是跨性别，因为我只要在紧张就是状况下，就是特别的状况下，我就会发出很低沉的声音。可是现在这种焦虑感终于消失了，这样子，对，这个就是以下第一个一点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那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我平常讲话的时候。其实我平常以前啊，要发出现在这样的声音，要蛮用力的，对，然后讲话就会有一种紧张感。可是现在讲话的话，就是我其实还蛮自然的，就跟以前很用力的声音一样，所以我其实还，就是讲话就不用再努力去拉高声音这样子，所以讲话就比较放松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以下两个想要分享，我现在手术后。手术4个月后的心得这样子，嘿，谢谢大家。